务园的绿茶品种多，质量好，我家种了30多亩，年收入超过40000以上，外地游客都喜欢喝我们的务园绿茶。我和我的朋友每年都会来婺源写生，每次来婺源都好像置身在一幅美丽的画中，尤其是婺源的徽派建筑更是让我心醉。每当油菜花开的季节，来我们婺源旅游的人都特别多，我一天有时候要接待好几批游客。婺源山美水美，欢迎大家来婺源赏花看景。婺源龙尾摄影是中国四大名影之一，我走到哪我都会带着它，因为用它创作的书画作品有一种特别的神韵。婺源是朱熹故里，天佑山子，自古享有书香茶香之美誉。这里因生态美丽，因文化也生动，被外界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美丽乡村，梦里老家，江西婺源欢迎你。本期乡村大世界带你走进美丽的江西省婺源县。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我们的乡村大世界。跟随主持人一起品香茶，看表演，吃美食。五元金鱿，并且颜色跟金鱼一样漂亮的鱼也能吃。您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五元小伙遇到了什么突发状况？从2米高空突然摔下，是什么原因傅玉龙如此气愤，砸坏演员道具？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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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意儿空的？哎呀妈，打坏了！大王碰到了什么凶猛生物，被吓得大呼小叫？摇摇看，摇摇看，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尽在本期乡村大世界。场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我们的乡村大世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号称中国最美乡村的江西省的婺源县。是，哎，两位知道为什么它最美吗？这还用问吗？啊，你转身看呢？转身看看什么？看我们的舞蹈演员，看到没有？啊，个个貌美如花，如花似玉。所以说这里人美，这个环境也美。这是咱们婺源的黄陵景区。我们这个黄陵景区呢，号称是西云村落晒秋人家。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不就是工具吗？现场有人知道这个外边装这个是什么吗？我问。匾，是竹匾。看没有？竹竹匾，竹匾怎么了？那我说最美跟这个竹匾有什么关系啊？对呀、这是梯云村落晒秋人家，对不对？啊，每到咱们这个收获的季节啊，我们很多农民朋友就会把这个收成拿来这个竹匾里边晒，放在这上面。对，你说这个风景美不美？对对对，但是我们婺源有更多美景啊，你们两个应该就好好去找一找。我们来这那么多天了，找到了非常非常美，绝对代表本地特色的。真的？那必须的。
我打头阵好不好？打头阵。我来给你献个宝。行。我把我的宝贝给你拿上来。好。哎呦。嘣嘣嘣嘣，这就是我的宝贝，想看是什么吗？我这么多天辛辛苦苦找的婺源宝贝就在此盒中。你别故弄玄虚了，好不好？见证奇迹的时刻。当当当！哎呀，哎呀，我以为什么呢？我觉得你啊，啊，真的，就见过糊弄人的，没见过你这么糊弄人。就是啊，你拿着。你可以说婺源啊，最有特色代表婺源的就这个。我这个荷包是有寓意的啊，我找来的这个宝贝啊，跟这个荷包有点像，是一个活物。哦，是一个活物。哎，而且呢，只有咱们婺源这儿有。它的外形跟这个像。像荷包。它那个肚子大。哎，肚子大。是吧？而且啊，它还有身份证。它也有身份证啊。合着半天找了一个我呀。啊，你这是在形容刘刚的体型吗？哎，刘刚有这么好吗？刘刚是婺源仅有吗？全中国只有这么一个刘刚。我爸妈只生了这一个。而且我告诉你，刘刚无论从外形、气质到内涵，哎，都像个荷包。不是你拿着荷包，你这有点骗人了。拿走，糊弄孩子呢。对对对，先看看我的东西，你再说好不好？到底什么东西长得像荷包又有身份证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来到了万金发的养殖场。原来真相就是面前这活蹦乱跳的红鲤鱼。说它头小，尾短，背高，腹圆，这个所以形似荷包，所以叫荷包红鲤。婺源荷包红鲤鱼，这可是咱们婺源独有。正是依靠着婺源优良的水质环境，这红鲤鱼才长得又红又大，形似荷包。那这个荷包红鲤鱼有身份证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了避免它进行繁殖，我们在种鱼体内注入一个电子芯片，一个芯片一个号码，这样我们更好的把它可以区分开来，那我们就更好的以后更好的把这个种群环境种群保护好。在鱼的身上注射电子芯片，难道鱼不会因此而死掉吗？那往它腹部打它就不会死，你的腹部它这个脂肪比较厚，你既不会出血也不会死，那再扎进去轻轻一推，那就好了。那这个到扫描器一扫，它就显示一个号码出来。看来万金发在养殖荷包红鲤鱼的过程中还真是煞费苦心，这形似荷包的红鲤鱼也确实是名副其实。婺源荷包红鲤不但长得好看，而且味道鲜美。主持人准备好了吗？来，我的宝贝和它的主人上来。哇，哎呦，这像荷包，这才是我的宝贝。他给我们拿上一个荷包，说是咱们婺源的宝贝。哎，说跟有一个活物有关，就是这个鱼，对吗？对。它为什么跟这荷包有关系？很相似吗？你看，这个鱼的头小尾短，背高腹圆，看形似荷包吗？你看。哦。对，就叫荷包红鲤吗？叫荷包红鲤。红鲤。哎呦，咱们现场有多少朋友吃过这个荷包红鲤的？鼓鼓掌，我听听。都吃过呀！一上来观众就笑了，都喜欢这个。啊、都喜欢。嗯。啊，这是活鱼，那边好像还有一个睡着了的，是吧？你看你眼睛就往这儿看、哎，漂亮吧？大家看看，哎，这个是什么做法？这是清蒸。清蒸。这个吃鱼啊，有个讲究啊、嗯。这个鱼头是给珍贵的客人吃的。鱼头。对，它代表的是鸿运当头，吉祥如意。哦，那鱼尾呢？鱼尾也是给客人吃啊。鱼尾啊。鱼尾就没那么尊贵的客人。对。哎，吃了没有肉啊？这个啊，全是骨头茬子。因为那是鱼尾。我跟你说，朋友们，鸿运当头。我这一口，我就跟这个荷包红鲤鱼接了个吻。刚才怎么样？味道怎么样，龙哥？我的宝贝好吧？还没吃到肉呢。别急别急，吃这个鱼啊！你看哈，这个哪这个鱼比较嫩？你们知道没有？哪里的鱼？就是比较嫩。嗯，对，比较嫩就是鱼鳃这里嘛，啊、活肉啊。对，是吗？错了错了错了，鱼肚鱼肚子对。鱼肚子。哎，对，鱼肚子，谁说对了谁吃啊？好，你说这个鱼刚才。是活物，像荷包。对啊，还说了一个，说这鱼有身份证，特别吧？是这样的，这个主持人你们不要理解错了啊。嗯，这个我们这个身份证啊是这样的，为了避免它进行繁殖啊，
在每条种鱼里面，都有一枚这个电子标记，就是芯片，在繁殖的时候不至于近亲繁殖。对对对对对，这样生下来鱼更好吃。就近亲繁殖会导致什么结果？导致它这个退化，体型变得不像长条，不像荷包。哦，对，我们种鱼它做了一个芯片以后，这样的话我们就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更好的保证这个核心种群，那第二个就是讲让它繁殖更优良的种苗，向广大的那个养殖户提供优质的鱼苗。这个荷包红鲤鱼，就婺源这个地方养这个吗？其他的地方养不了。养得了，养得了。对，但是这个种苗都是我这里出去的起源。对，也就是说它的祖籍就是这儿了。哎，家乡就在这儿了。一斤鱼卖多少钱？走高档市场的话，两条荷包红鲤鱼往上海、杭州也卖到168一盒。现在咱们在网上有没有那种销售的平台、电商之类的？有啊，需要鱼苗的也很多啊。那再一个，现在就是这样，我这个鱼啊，培育的时候，把这个鱼做一种基因材料。基因材料。对，你看看大王，你请这个牛人怎么样？牛，这个万大哥人家不光是自己养鱼致富啊，他有一份责任感，他有一种使命感，就保护这种群。对，所以说现场这么多朋友，咱们平时只知道这个荷包红鲤鱼味道鲜美，哪知道？在背后，万金发大哥付出了多少辛苦？掌声送给他。我跟你说，我也有宝贝。什么宝贝？有个短片，我们看一下吧。好，还有短片。对啊，好，看看。来，我这个东西嘛，跟恐龙是一个年代的，一般是见不着的。我现在带你们去看看。跟恐龙是一个年代，而且生长在这大山深处的又是怎样的一种生物呢？这个东西很凶残，一般是晚上出来，白天它不出来，怕见光。晚上就从这里肚子装出来，爬上岸，然后再轻轻地爬上树上，守株待兔。它为什么守株待兔呢？它一就是等到有蛇、老鼠、青蛙再抓它们吃，很凶残的。如此凶残的生物，不知道我们今天能不能见到呢？这个悬，我们试试看，他怕见光，正好碰到今天是阴天，试试看啊，用这个小鱼试试看啊，来。来来，出来出来出来，再出来点，再出来点，对，再出来点，再出来点。如此神秘的生物究竟长什么样子呢？我们还是现场来揭晓吧。来。上宝贝，哎呦！来，上宝贝，哎呦！想知道是什么吗？当然想知道了。这样，我跟你说，我把我的助理给请上场。你还有助理，来，请上助理来。这个好，这是我今天刚聘请的助理啊，刚聘，我还不知道他贵姓。吴瑞林。吴瑞林，你把你助理请来是什么意思呢？这样，我待会儿会施一些法术。哎呦，你知道吗？然后呢，助理你就把这个布慢慢的掀开。你这个里边有没有危险？有危险。为什么拿那么大的东西装着呢？就它比较凶猛。啊，真的假的？请揭开。哎呦，这什么？啊，鳄鱼。什么？哇！哦，这是水中大王。哦，你看到了没有？哎呦，这个叫。水中霸王，喂喂，岁数大概有3亿多年了。哦，哇，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我。跟恐龙是一个时期的，这个大的是它，这些小的，是它的食物。这是什么鱼啊？告诉他这是什么？这是娃娃鱼。娃娃鱼。哦，这娃娃鱼咱们书本上见过，学名叫大鲵，对不对？对。但是真是亲眼目睹，还真是第一次。对，哎呀，这个娃娃鱼我跟你说可厉害了。这个是种鱼对吧？种鱼，种鱼。对，这个娃娃鱼可以吃的。啊？娃娃鱼不能吃？不能。娃娃鱼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对。不能吃，那犯法。子二代、子三代能吃。他的儿子、孙子。对，儿子、孙子就能吃了。可贵了这个。多少钱一斤？这个。现在。
现在最高的时候卖到1000多一斤。一千多一斤。一斤。现在大概得有500块钱左右。这一对25万，那老值钱了这一条。不，这是种鱼，这种鱼你知道最大能长多大吗？就长这么大吧。这也太大了。鲨鱼。能长到100斤是吗？150斤。150斤能活200岁。200岁。哇。他的脸长得好可爱，有没有？有点像那个堆满笑的，有没有？对对对对。啊，真的像，真的像刘刚。这能拿出来我们看看吗？行，没问题。哎呦，他离开水没事吗？没问题，一下子没问题。两栖动物。就是是不是太阳太猛了？他眼睛闭着呢。他眼睛本身就是很小。眼睛本身就很小。他喜欢阴暗的地，阴暗的地方养的。那怎么抱啊？你先示范一下，我们看看怎么抱。娃娃鱼嘛，就跟抱小孩一样。哎呀！我看现场也有抱小孩的大姐，一会儿上来也抱一抱啊。哇，他劲好大、啊。哇！哇！哎呀！耶！来来，大王，你是目前站在台上唯一的一个女性。但我听人家说，这个娃娃鱼是水中霸王，它会咬人的。这多难得的机会啊！来，大王，大王。多棒！还怎么抱？你平时怎么抱你男朋友，你就怎么抱他。哎呀！别摔了啊！别摔了！别动！看来这个娃娃鱼非常不喜欢大王。我可以试一下吗？好，来，给你。刘刚在家当奶爸好久了。我来，站住！放走，放走！他说了，我抱起来我就拿走。放！我们现场观众有没有想抱抱这个鱼的？来这位，就这位，草帽姐，来。你害怕吗？试试吧，我也没抱过。来，吴大哥，你先，你直接从水里捞啊！胆子也太大了。哎呀，太猛了，鼓掌！哎呦，来，这你看，你知道这条鱼多贵吗？来抱孩子啊，哄他睡觉啊。说实话，这条鱼比刘刚都贵啊。掌声再次感谢这位大姐啊！谢谢。哎，好，那吴大哥，你既然养娃娃鱼这么有经验，你能不能现场？你比如说用什么口令啊，或者怎么样？哎、对对，你让娃娃鱼现场叫一叫。好想听。想不想听，朋友们？娃娃鱼这种场合它不会叫。来，试试看，好吧？不是，我觉得你是不是傻呀？啊、怎么了？你知道娃娃鱼什么时候才叫吗？什么时候？发情的时候才叫。去玩我呢是不是？刚才那是音响放的。吴大哥，真的？真的。我跟你讲，现在人工养了，在早很多年，在皖南地区，包括这江西这很多深山里面水质好的地方啊，真的是晚上能听到娃娃鱼的哭声。哦。一般很难听到。一般很难听到。今天两位表现都不错，嗯，上来以后就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婺源的宝贝，哎，这边荷包红鲤鱼，这边我们的大泥娃娃鱼，哎，这宝贝啊都很牛啊，但是归根结底来说呢，嗯，我们婺源的环境最牛，哎，都是婺源的、哎，我到这儿来以后了解到我们这个森林覆盖率，你看，嗯，放眼望去一片绿色，82.5%，对不对？而且呢。没有排放这个废水、废气、废渣，没有这些没工业，工业，
所以一路走来就感觉你吸上一口气都会感觉心旷神怡。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在这婺源这儿，我都睡不醒，你知道吗？所以就得益于我们这儿生态环境之美啊，就是氧气太充足了，你让特别想睡觉，空气特别舒服，哎，都是得益于咱们婺源对好环境的一种坚守。这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生态之美。怎么样？哎呀，今天我觉得刘刚和大王真是不虚此行。哎，这好啊，不像每次到其他地方啊，两个人就知道游山玩水啊，这个品尝各种美食，是吧？这次真的不错，我们也在进步嘛。哎，就这个宝贝，我跟你说，找的他这个，他们这个宝贝，龙哥，龙哥啊，你太仗义了。怎么了？这么多年我们找宝从来没有奖励过我们。我现在有想哭的感觉。啊，你别哭，我给大家念念。你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茶叶加工工，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这个婺源啊，它地处在世界绿茶的金三角。哎。而且呢，我们这儿都是这个手工制茶，而这是咱们茶乡啊。所以说你手工制茶一定要有这个资格证书才行。哦，就可以去做茶。哦。哎。哎呀，我想要。怎么样？这个是烤的吗？当然要烤啊！哎，来都来这儿了，我还挺想去学学怎么做这个茶的。哎，要不我们去比比行不行？你看你还好意思？就你这智商，长得像荷包狐狸鱼一样，你长得像荷包蛋一样，你怎么了？不，他长得像娃娃鱼，你像狐狸鱼。你们俩别让我在这着急，你们出去去学学，比比比比比，走走。谁怕谁？来婺源不品尝一下婺源的绿茶，那你可就算是白来一趟了。婺源绿茶早在明朝就是朝廷的贡茶，也曾经作为中国绿茶的代表远销欧洲。婺源绿茶好，除了得天独厚的区域环境之外，这里还积极重视人才的培养。早在1939年，这里就开设了制茶学校，教授茶叶的制作方法。今天我们的两个主持人也来到这所婺源茶校，在这里他们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制茶大比拼，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哎，周老师你好。你好，给带两个新同学来。在比赛之前，两个主持人要和这里的同学们一同学习一下我们婺源手工绿茶的制作方法。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压缩了一部分课程环节，总结出制作茶叶的核心精华。想学习制茶的观众，你们可要听好了呀。学习茶叶第一步，杀青。杀青可是绿茶制作的第一步，主要是为了去除茶叶的水分。你喝到的绿茶苦不苦，那可全要看杀青的本事了。那杀青具体要做什么呢？你把它理解为干嘛，就相当于下锅炒菜。控制在杀青的时候有一个口诀，先高后低，方温结合，多方爽嫩，老叶嫩伤，嫩叶老伤。学习茶叶第二步，揉捻。揉捻是为了让茶叶中的营养物质浮到茶叶表面，这可是提高营养的关键环节呀。方法是 V 字形揉捻，轻重轻的把握，揉捻时间一般持续5到10分钟。学习茶叶第三步，干燥。干燥可是绿茶制作的关键环节了，如果干燥得当，在冲泡绿茶的时候就会达到根根粒的效果。还有干燥的是不是得当，也关系到绿茶最终的口感。我们正常的干燥就是先烘后炒再烘，今天我们讲的方法是直接在锅里面挥发水分。加工方法到此介绍完毕，又进行一个水茶小测验，现场制茶。两个主持人经过半天的学习，结果如何了呢？高老师也说了，我们是要打分的。我读书以来，就是我是一个好胜心很强的人，我肯定要求自己分数比你高。我跟你讲，你就没有机会超过我，你知道吗？反正我是觉得炒茶挺简单的，就三步嘛，杀青嘛，揉嘛。你按你的方法炒好吧，我按我的方法炒，看我们到时候谁分高，好不好？考试规则，老师会通过杀青、揉捻、干燥三个环节的制作手法打出步骤分，最后由专业的评茶老师对茶叶进行系统的评判，打出品评分，两个分数各占50%，最终满分100分，看看我们两个主持人谁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呢？你自己分数够不够啊？够了够了够了。哦，我的够了。时间为1小时了吗？好烫啊！哎呀，跟我妈炒菜是一样的。哇，好烫！不，这个温度好高，哎，你们都不怕烫吗？你手不痛吗？怎么样才能不痛？底下快脚。茶叶也很烫。啊？哇，要把茶叶的底部的茶叶
都要搂起来。这一波茶叶我就要养的时候尽量刷干净，这样刮茶叶我茶叶可以刮干净，我这样子可以捞出来吗？对不对？大王还真是个认真的好同学，一直在翻看制茶的步骤。刘刚，你也要加油了。哎，真的，他们都不怕烫哎。我的好烫啊！现在锅底的温度有160度呢，刘刚，你要小心了。烤茶真的不是一个好干的活。起锅了，起锅了。啊，你都说了。当然了。你没炒好，到茶叶发红。谁没炒好啊？我的也好，应该是。大王的杀青环节率先做好了，看来这做茶没那么难学嘛。我看到了我的师傅。看看你的。好，现在大家开始揉捻，分布均匀，直条形。什么叫直条形？你等等我，你等等我。要按 V 字形。这款采用的揉捻方法是 V 字形揉捻。心重心。这个其实跟烘焙团差不多，唯一的更有的区别还有一个轻重轻的把握。看着两个人认真做茶，还真的挺像那么回事的。可是要获得好成绩，还是要继续努力呀。快差不多了，结束了请举手啊。好了，老师，我好了。揉捻的过程结束之后，就到了我们最重要的干燥环节，就是回到锅中进行第二次的炒制，这可是提升口感的重要步骤，两个主持人可要加油了。搓这个茶叶一定要就是力量要适中，不能使太大劲。马上好了。干燥结束之后，就要进入我们今天考试的最后一个环节，复烘。大家把各自的茶叶放到烘干机里面一起来烘干，烘干30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评茶叶阶段了。我们两个主持人对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很自信的嘛，快来听听他们怎么说的吧。三轮一共50分，我第一二轮加起来应该有25分，然后最后我炒完了之后，同学说不是很干，40分吧。我觉得怎么也该45分，因为真的老师说了，炒茶那是徒弟，控温才是师傅。实际上我在温度控制上，我实际上下了很多的心思。那我们两个主持人的制茶分数到底有多少呢？听听我们老师怎么说。大王，杀青15分，揉捻9分，干燥15分，总分39分。周慧，杀青18分，揉捻10分，干燥19分，最后得分47分。哦，谁？我身边的刘红霞。刘刚，杀青16分，揉捻8分，干燥17分，最后得分41分。在第一轮的制作分钟，刘刚和大王成绩并不领先，后面的评茶环节他们能逆袭成功吗？在评茶中，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将茶叶都排上号码，老师会通过盲选选出优质茶叶，到底谁的茶叶会得到老师的青睐呢？8号，这不除了一个就没闻到别的味道。哇，这个茶可以闻。看来等待成绩的同学们都很紧张呢。我们两个主持人的茶叶到底能得多少分呢？7号纯正。我现在想法是不要垫底就好。经过我们老师的认真审评，今天考试的成绩即将出炉，我们的两个主持人成绩怎么样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7号哪一位？你好，47分，很高了。加上上午的得分39分，你总分是86分。8号。下午的是44分，上午的是41分，总分是85分。啊，怎么可能？怎么样，你们学的？哎，非常好啊。龙哥，我这个学完茶之后觉得自己应该是可以拿那个资格证。就做茶来讲的话，真的我是输给他了。哦，因为评分我差1分。我觉得吧，这个做茶呢不是一朝一夕，一定要掌握它的精髓，对不对？你们这茶叶做的都是太一般了。我们一般，你都没做过。啊，你去了吗？我没去。你学茶了吗？我没有。你知道茶叶屋园的茶叶要经历多少道工序吗？你知道我们有多辛苦吗？对呀。你知道那个锅有多热吗？
啊，就知道说我们。不是，这不是给你们一学习的机会，你至于急吗？有这样机会，你为什么不好好学学呢？不是，你们俩争着是吵着要比一比吗？你不学，你也干点别的。我当务员，我也有宝贝。什么宝贝？来，把我的百宝箱给我上来。哎呀妈呀！不是，你今天跟我们比谁的箱大是吗？我跟你说，我这个百宝箱，我随便一变，你们俩目瞪口呆，呆若木鸡。真的假的？你们就傻了。好，来了。哎呦哎呦哎呦！这朋友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大家看一看，我的宝贝是什么？展示一下 啊！我的宝贝，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吗？怎么了这是？太让我失望了，这么大箱子就弄出来这么点个小东西，太丢人了。哎呀，不是啦，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乌鸦最有名的木雕。我们知道婺源这个木雕特别特别特别的精致，你知道吗？有都有堪称工艺品。对啊，就你这样。我开始雕的不是这个，我开始是一根大木头，我想雕成刘刚，结果第一次雕完了不像，我就改完了像大王，我又接着改，就最后改成这样，你就知足吧。我再改下去就改成牙签了。不是你也太过分了。好吧，我把它再变没，来。打开箱子，这还能变煤？走你！就这样，哦，见证奇迹的时刻，三二一，走你！哦，哇哇，走哪儿了？怎么样？我女朋友，我女朋友。我先给你们隆重来介绍一下我的藏品。为什么是藏品呢？藏哪儿啊？藏品，来，你藏哪儿？看看，我没明白为什么是藏品。这儿有一个布帘，把它藏在后边，这叫藏品。你这是找来的婺源本地人吗？因为我们找的宝贝都是婺源的。不不，他可以称得上是半个婺源人。什么？我是广东人，但其实呢，我每年。都会来婺源旅游一次，因为我非常喜欢婺源。听清了吗？广东人基本上就算是半个婺源人。他肯定比你们两个了解婺源的了解的太可能。我们也跑了好多天了。对呀、那您知道婺源有五色吗？你知道吗？婺源呢，其实呢有五色，那就是红、白、黑、黄、绿，分别代表什么？红呢就是我们的荷包红鱼，哎呦呦，黑呢就是我们的龙尾麝燕，白呢是我们的江湾雪梨，哦，绿呢是我们的绿茶，哎、黄呢其实是最美丽的油菜花儿、哎。他在哪儿？油菜花？他油菜籽儿？谁油菜？你见过这么大油菜籽吗？真的，你找来这位美女，真的还真的挺了解。对，我们都不知道五色、啊。那当然了。就是婺源五光十色，非常的美丽。哎，那么呢，我也根据这个创作了接下来的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各位，你们要睁大了眼睛看，竖起了耳朵听。好、哦，他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就会为你展现我们婺源到底有多么多姿多彩。观众朋友们可要注意哦，接下来的节目可是隐藏玄机的，您到底能不能发现呢？瞪大眼睛仔细看吧。时光穿梭，流行的沙漠，音乐澎湃，动力来附和，八十八剑唱出我的心窝。新青春牺牲给我放飞，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无意再奉献，有情上令我个心有愧。Ben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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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哎呀！不知道。忧愁它围绕着我。
下面也只能闻闻你小脚印，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我童年的阿娇。问题来了，这个节目代表着咱们婺源多彩之美，请问这位美女在表演中一共换了几套衣服呢？再说牛不牛，一共变了多少套知道吗？啊，变了多少套？有人说五套，有人说六套，他一共变了六套。我就想通过他这个节目告诉大家我们婺源多彩之美。好美，确实，哎，也不错，真的。什么叫也不错？我跟你说，我找的绝对是稀世珍宝。稀世又来助理了。这是我又刚才又聘了个助理，那个助理被我炒了，看到了吧？看到了。这个盒里就装着我的宝贝。那怎么着？你把它打开。我把它拉开。对，一二，空的。不是有东西呢？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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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意儿空的？哎呀妈，打坏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事，不是，关键是刚刚你骗人就没意思了。对呀、啊，不是，这里面确实有东西，但我拿不出来。拿不出来？你拿不出来，你在这瞎比划什么？不是我要不然找助理干嘛？我助理能拿出来。助理能拿出来？对。仔细看哦，仔细看哦。走你。哎哎哎哎！哎呦，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婺源的奇珍异宝——龙尾麝燕。哦，听说过。哦。中国四大名燕之一。我跟你说，这个你摸它的感觉啊，嗯，就是你像有六个字，六个字，孩儿面，孩儿面，美人夫。这个砚台可不一般，这个麝燕。哦。你知道吗？这个龙尾麝燕，嗯，想当年啊，嗯，南唐后主李煜，哦，有一首诗叞《虞美人》，对，知道，虞美人吗？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用这个龙尾麝燕，墨的墨，嗯，写的千古绝唱，这都是咱婺源的骄傲，对，谢谢啊，不是你装起来就，啊，不是没有说送你，不。我回北京之后，我也写一首《虞美人二》。我们啊，婺源啊，除了这个砚台好，看到没有，小伙也好，能力高啊，哦。你知道吗？还有什么能力呢？你会什么？魔术。他会魔术。嗯。嗯。杨洋，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手是怎么回事？因为我这个手呢是先天性的。就说在我出生的第一天呢，我的手就会就是这样了。嗯，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我觉得只要我的心态是好的，我的思想是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缺陷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也不会影响到我什么。我叫胡杨洋，我是一个普通的婺源人，同时也是一个魔术师。从出生那天开始，我就比正常人少了六根健康的手指，但我从没有抱怨过。14岁那年开始喜欢魔术，并且学习魔术。我会用我的零用钱去买魔术道具，用课余时间疯狂地练习魔术基本功。正常魔术师一个月学会的东西，我可能要用半年的时间，但我没有放弃。今天，我要用我的表演给大家带来我认为生命中最珍贵的，那就是快乐。这样一位乐观积极向上的婺源小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魔术呢？让我们到现场去看一看吧。首先呢，诚如各位所见，我这里呢
有两条红色的丝巾，对吗？对。好的，现在我把这两条红色丝巾在手上呢绑在一起。打个结。对。OK， 再把它绕在一起。现在我想告诉大家，我手上有几条丝巾？两条。两条。两条，对吗？嗯、两条什么颜色的？红。红色的，对不对？对。好，我想问一下哈，我们的傅老师啊，嗯、身上有口袋吗？当然啊。有吗？有。口袋里有没有东西？口袋里、没有。没有东西吗？啊。好。翻出来看看，这边也翻出来看看。翻出来没有吗？你这边翻着，我跟你说，我出门，我老婆从来都不让带钱。啊，妻管爷啊，妻管爷。现在呢，我想把这两条丝巾呢放进去，放到我的口袋里。对，好，好的。好，露出一点出来，让大家看到，我待会不会去碰到它。对，好好好。OK。好。你现在可能觉得很疑问，对不对？对啊。但是我待会儿再可以解释给你听。这做什么呢？ Okay, 这我也不知道他干什么。你把那个红丝巾盯住了啊！对。我现在呢，这里还有一条丝巾，嗯，一条白色的，色对不对？对。好，我们傅老师检查一下，是不是普通的丝巾？闻闻看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啊，刘刚的味道。刘刚的味道吗？妈，你能闻出我的味道来？对，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没有说啊，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一岁的时候用的尿布啊，不好意思。开玩笑啊，开玩笑。现在我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哦，嗯，就是呢，把这一条丝巾呢放到手心里，放到手心里面，哎，嗯，往里边塞。哎呀，哎呀，塞到手里面之后呢，嗯，一、二、三，走。哎哎，你尿布呢？我可没沾它呀，已经不见了。对啊，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想知道。对不对？啊！大家觉得会跑到哪里去呢？不可能跑到我兜里吧？大家觉得有没有可能？如果大家觉得有可能的话，告诉我好不好？掌声告诉他。对对。好的，这样好了，我们现在一起数一二三，好不好？好，见证奇迹的时刻。对。大家跟我一起数一二三，好吗？一、二、三、三、八。还被系上了！哇，他把我的裤兜拽出去了。对，裤兜还在吗？在。啊，在就好啊。裤兜在就好。裤兜在，裤兜在。哇，好神奇啊！其实魔术最重要的哈，最考验魔术师的手的技巧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什么？其实纸牌魔术。纸牌魔术是魔术师最难的。对对对对。求各位所见哦，我这一个没有打开的扑克牌，有看到吗？刚哥把我开封，对，拆开，然后顺便呢帮观众朋友们检查一下。啊，好，扑克牌，打个封啊，密封的，是全新的，对，全新的。是要做什么？好，哎，大王，大王，对，大王、小王都有。那麻烦呢，我们傅老师，好不好洗下牌？可以乱洗。对。好了。OK， 没有问题了吗？对对对。好的，我再告诉大家啊，其实我事先呢已经做好了一样东西，放在我的钱包里面，我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待会不会去碰到它。好。好的，刚才洗过牌了，对不对？对。我把牌摊开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已经洗得很乱？哎呦，很乱了，很乱，各种各样的牌都有。虽然我这个洗得很业余，但是的确洗出来很乱。对，的确洗出来很乱，对不对？对。好的，我们现在呢，我请我们的大王。啊。我在拨牌的时候啊，你随便去喊停，好不好？哦，好，这个我会。随便喊停，好不好？好嘞。嗯。这样啊，拨牌啊，看着啊，这样拨，随便喊停啊。嗯。停。这个位置吗？确定是这个位置吗？好，是把这张牌拉过去，不要给我看到这张吗？对，不要给我看到。对，然后呢，给电视机前的朋友看一下，给大家也看一眼啊。对，安静，不要说，我能看见，也不要告诉我，不要千万不要告诉我，不要说啊。然后呢，把它插进整副扑克牌里边，把它插进整副扑克牌里边。对，随便插，
对对，随便擦随便擦。哎呀，他换了四个位置还没有擦。好好好，擦完之后呢，把整副牌拉在你的手上面。好了。对，然后随便洗，随便的洗。还是乱洗乱洗。哎呀，这是我徒弟。哎呀，这我教的嘛。会不会洗牌呀？啊，我怎么了？洗牌方式很多。好，我是第一次看到洗牌有这么专业的。不是，你这明显是麻将牌的洗法。对对对对，对呀，洗牌嘛，对，非常专业啊。哇，太专业了。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这个可以鼓励啊。我们现在打开看一下哈。哎，已经很乱了哈。好了好了。是，我相信呢，我可以找出哪张牌，相信吗？我现在可以找出来。我都忘了是哪张牌了。你如果找错了怎么办？找错了的话，你说怎么办？你如果找错了，你就娶大王。有问过我的意见吗？大王肯定会高兴的说，我可嫁出去了。我觉得可以。来，好，开始啊，我们开始了，我可以找出来哦。怎么找啊？我都忘了是哪张了。好，我已经找出来了，相信吗？不信。不相信对不对？你看哦，是这张牌吗？不是。No。 确定不是这张牌对不对？不是。好，我们把这张牌呢放进这个位置。好。然后呢，能不能告诉我刚刚你选的牌是什么牌？我刚选的是什么？红桃 A。红桃 S。打开这张牌看一下，是个红桃。那个不是六吗？这个、不是六吗？啊！啊！等一下，大家还没有完哦，还没有完哦，还记不记得？这边镜头还没有完哦。对对对。还记不记得这里还有一个钱包？对呀、啊，是先放在这里好了。对呀、啊，没有动过，没有打开，我来开。你来开，在这个你对对对对，打开，打开给他看，这里有一张牌，把这张牌拿出来，这张是不是？对对对，先不要给他看，对，先不要给他看，哎，过来一点，过来一点，对对对，先不要给他看，不要给他看，对，不要给他看，然后再给给镜头看，来，也就是说，这个钱包里放这张牌是你事先放进去的，对，没有开过呀，刚刚，对对，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个钱包，对对，现在这张牌究竟是什么？哦。怎么会这样啊？我跟你讲，你必须嫁给他，为什么？因为他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你命里会抽中哪一张牌，然后事先就放在钱包里，这是一种预测，你知道吗？哎，嫁了吧，心灵感应，找个好人就嫁了吧。我是可以嫁的，但是不是他刚刚那张是黑桃六啊？就这张好奇怪，这魔术吗？就在这里吗？这样啊，好神奇。我现在呢，把这张牌哈、哦、也送给你。留作纪念，哎、一颗心，定情的信物。谢谢，哎，很棒啊！你练魔术练了多久了？我大概练了六七年的时间。六七年就能达到这种水平？对。那我想你练魔术肯定是和其他这个人比起来，你吃了很多苦。比如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在我练魔术的时候，其实万事开头难呐。就我在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阶段啊，就有时候很多时候啊，就练习的一个东西啊，要比普通的魔术师要花很长时间去练习，有时候会练到凌晨啊两三点这样，然后呢有的时候冬天，特别是冬天啊，手非常冷，会冻得非常僵，然后会生冻疮，而且特别是练牌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被牌割伤，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累。那既然这么累，为什么还要练魔术呢？觉得普通人能做到的，我就也能做到。一开始啊，其实我也是一个爱好，然后到后来呢，我觉得它可以作为一种职业，就这样。然后呢，我就用这个来帮父母啊，帮爸爸妈妈减轻压力，减轻负担。你看看，我们这个胡洋洋啊，是一个特别特别懂事的孩子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把洋洋的爸爸妈妈请到了现场，来，我们掌声。欢迎胡洋洋的爸爸妈妈，来，阿姨看到儿子今天这个表现，开心吗？开心的。平时有看过他表演吗？有的，我们经常和他一起，有时候陪他一起演出。哦，对的。儿子练魔术，你有没有发生过异议？我觉得走这条魔术的路的话是很辛苦的，对，就是说他不一定能成功。所以我们怕他受到伤害，
所以就刚开始的话就不是很支持他练魔术。我觉得杨洋很懂事啊，相当于刚才说他练这个魔术呢就要是给家里边分担一些，今天在舞台上整个表演过程当中也都是充满了乐观的。对，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特别自信的孩子，我想跟父母对他的呵护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说今天杨洋表现得很好，而且你知道吗，杨洋今天在现场听说是准备了一个魔术，对不对？是专门给爸爸妈妈准备的。对，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好 ，OK， 吉康，吉康，这是什么？红桃七，对不对？对。啊、哦、啊！全家福照片吗？哦，这是杨洋跟爸爸妈妈的合影、啊。妈妈真的很感动。什么感受？我知道，我出生的时候。就很多不方便，让他们觉得很内疚。其实我觉得他们不用为我担心，其实真的，我可以完全可以靠我自己的能力，能够养活我自己，能够给这个家带来幸福，带来快乐。真正的男子汉，哎，我妈妈，她特别的优秀，你知道吗？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她其实她唱歌非常非常的好。我也非常喜欢他唱歌，但他可能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可能放弃了很多。所以我今天在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请三位主持人可以给我老妈一次机会，能够让她在这个舞台上，在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能够唱一首歌，可以吗？没问题，好的。今天我非常感动，因为我儿子事先没有跟我说他想的那个愿望是说让我唱一首歌，我真的非常感动，非常感谢我儿子，因为他是我的骄傲。就说不相信眼泪，我们还是得相信未来，相信我们的坚持，我们的自信。就是我想跟我儿子说，无论你以后选择的是什么道路，我们都会支持他的。我们来掌声欢迎杨洋的妈妈，好不好？来。告诉我，这个夜会不会梦我？是不是梦里的我不再让你难过？是不是他比我坚强，比我能让你幸福？我要你明明白白回答，曾经的海枯石烂，一砖一砖向阴天，何必再想，何必再说那一段尘缘，让我们忘了那片海，让我们来世再重来，让我们一生永不再分开，不再分开。不得不说，刚刚找来这个牛人，真的让我很感动，觉得很幸福。看起来你就认输吧。对，不是，我感动归感动，我不认输啊，我还要找个宝，还要找个牛人跟你说。还有啊？对呀、啊，等一下，我把我的宝和我的持宝人请上来。你是养蜜蜂的吗？不是。想知道我这个宝是什么吗？什么？来，我和我的我助理一起打开它。啊！哎呀，你们这包装箱子比里面装的东西还珍贵。什么这是？知道是什么吗？我不知道，我不会问啊。来，你问哪位朋友能告诉我这是什么？火桶。火桶，火桶是干嘛的？这是我们几百年来婺源人的智慧结晶，流传几百年了，真的。因为你知道婺源这个地方冬天很湿冷。导演真实在，真点着呢。
我刚不敢摸，我说这么热，拿一下，好烫。因为冬天全部靠这个来取暖，而且走到哪儿你都可以用这个，下边这样点火还能烤东西。你就说出门遛弯都拎着这个是吗？对呀、啊。老王，跟你聊会儿，哎，你家这红鲤鱼不错呀。你不怕底下烤焦了吗？哎呦，好烫。我相信平常老百姓家里都有吧，你们都有吧这个？你看这个桶，你们是怎么做的？是平时坐在地上是不是？我的吃饱人不这样。嗯。我的吃饱人拿这个火桶。在空中坐，吹的，你是不是被烤糊涂了？他们嘲笑我们，我们亮给他们看看，行不行？好好好，你要能在空中坐这个火桶，我就把火桶吃了。好，你记住，好，大家给我见证啊！待会儿如果我的吃饱人在空中坐了这个火桶，刘刚要干什么？把它吃掉！好，来，我们来见证奇迹吧，来。江西婺源的 Hotel， 他要一把伞。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要在两米高的钢丝上表演坐火桶绝技，而且火桶的温度达到了80度以上，他能表演成功吗？现场突发状况，由于现场有风的原因，不能很好的掌控身体平衡，导致火桶摔坏。没事吧，今天风有点太大，影响他的发挥。王兄亮临时决定换更高难度的绝活表演。我也怕。还有吗？现场风真的很大，就是很容易影响平衡。好，还要增加难度。哎呦，要站在圈上吗？哎呦，啊，再往前滚啊！哎呀，还能倒起，这都不算难。有本事你再增加点难度，给你俩出了圈儿，来。哎呦，完了，套乱了。你看，贵老，你这个太难了，你这太坏了。啊？那个，我这有简单的，麻烦你把这裤子穿上。太坏了，刘刚！在空中穿裤子，在钢丝上穿裤子，这怎么穿呢？你要能再让把裤子穿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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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本事把裤子脱了，裤子脱下来。你这怪不怪？怪不怪？赶紧把裤子脱了。哎，脱了，我们看着啊，脱裤子可难。哎呦，哎，小心！谢谢我的女人王兄弟。哎呦，
哇呀，哇，感觉好轻松啊，牛吧？就我们这么难为他也没难住，但合同没有。不是，虽然现场风有点太大，影响这个平衡，没有做成这个 Horton， 但是呢，他还是很厉害，对不对？这可不算牛，还有啊，对，还有两个牛人，我老婆和我小孩。不会吧？见识一下，来，请出你的老婆和孩子。宝贝儿，你几岁啦？五岁。五岁，你叫什么名字啊？王可。王雄亮是你的谁呀、啊？王雄亮是谁？你傻呀，是他爸爸。那你说了，他们两个牛人比你还牛啊？对对对。怎么牛？那你等着看吧。好，我们来看一看。哦，蹬起来了。五岁王可和他的妈妈将要带来什么更高难度表演？比王雄亮钢丝绝技还要更绝更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王可加加油好不好？宝贝儿可没有保护，哎，咱们四个保护孩子啊，小心哦，我们四个保护孩子啊。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两米高梯上表演绝技，这也太难了吧。真不愧是绝活世家呀。我说王可小朋友千万要小心啊。宝贝儿五岁就能表演了，刘刚五岁还没有炕。关键宝贝儿胆子很大，好镇定啊。慢点宝贝儿啊，不着急。妈妈也很厉害，对，要这么蹬着。对，你看他头发就知道风有多大了。哎呦，哇哇哇，你都是这么下的。哎呀，好，别看年龄小，表演得非常成熟和老练，很淡定啊，很淡定，不慌不忙的。哎，来给妈妈鼓掌，对对对。要想孩子表演的好，必须妈妈在底下那个地基打得牢。啊，导演，啊、他以为主持人什么都行。就这么爬？你确定要试吗？你这平衡太烂了。这个，我们找一个身材相对苗条一点的刘刚。行。哎呦喂！朋友们，你们看到的是个球体。梯子不会断吧？哎哎，不错，哇！不是我打来的，我自己没有害怕，后面还要疯了，因为后面会被砸成照片的。妈妈，你这个在上面蹬孩子蹬多久了？上回走路的时间都锻炼他的胆量，哎、然后呢，两岁半就开始慢慢的爬梯子。我两岁半的时候楼梯都上不去。但是关键你太苗条了。哎呀，刚才我觉得这个王雄亮。嗯，你找的这真不错啊。那我那个也厉害。要是我说谁最好谁最牛，我们婺源最美，我们婺源人最牛。那当然了，争，你们还争吗？你就总结我心服口服。是，当然。但是我对他不服。我对你还不服呢。那我跟你说，你茶叶的事我跟你说跟你没完。没两位息怒息怒，别的光在这争。如果你们觉得比的不过瘾，你们到外边找个场地啊，就用咱们这个婺源我们传统的劳动工具、哎、你们比试一番。我们来到的是婺源的黄陵景区的重屋。为什么叫重屋呢？重屋实际上就是大家开会的地方。因为我们这儿号称是梯云村落晒秋人家、嗯、我们都会用到这个晒秋的这个工具，对不对？对，有扁担啊，有这个竹扁、啊、还有独轮车啊什么的、嗯、我们要利用这些工具来进行游戏，
好，好吧。哎，那就话不多说，开始吧。我问你这个女汉子，挑扁担比赛马上开始。挑扁担比赛规则：两队队员肩挑扁担穿越独木桥，以接力方式运送辣椒，率先完成比赛的一队获胜。两队已经就位了，来，我们立队来报个数啊！李俊，想要看二七，报数。一、二、三，好，顺序就是这样的了。看看我们的啊，报数一、二。你说一下。你说吧。你是不是绿队派过来的？大哥，大哥，干得漂亮！报数，一、二、三、四。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赢定了！预备，开始！好，要稳稳，要稳。农家大哥们果然身手不凡，过这么窄的独木桥不费吹灰之力。绿队大哥明显慢了不少，可得加把劲儿了。绿队大哥关键时刻马失前蹄，只好从头再来了。经过激烈的比拼，大王败兴而归，刘刚率领的红队获得了胜利。我们换一个比的有点、啊、就是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行不行？好啊，我们刚才说了嘛，有独轮车，对不对？嗯，我们就独轮车大战，好吧？独轮车大战。第二轮比赛开始，大王迅速召集到了自己的第一队人马。你跟他不认识，你是当地人是吗？然后您是过来旅游的。对对对。你为什么会选择来我们这个黄陵景区来旅游呢？这里的景色太美了，太美了。像春天的话有油菜花，秋天的话这种晒秋，而且这种梯田人家梯田的这个这种景观很漂亮、嗯。而且今天正好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游戏当中，谢谢，是不是没有缘分？也就是说你们这一队挑出来一队，我也要挑一队，对不对？我这两个是完全不认识的、哦。有没有？有没有来？爷爷来，哎，你来，你好，你好，啊、哦，阿姨，我是爱人，哦，是您爱人啊？是，结婚多少年了？嗯，差不多50年了。50多年金婚了，金婚都过完了。哇，就是作为金婚的一对夫妻，能不能跟我们就是亲一个呀？你这小朋友，你笑话吗？嗯。不可以，你跟叔叔阿姨有这么开玩笑的吗？这是开玩笑吗？你年轻人亲一下，这么大年纪都金婚了，那怎么办？也应该亲一下的。好幸福！哎呀，希望你们永远幸福下去。谢谢。您二以前年轻的时候有推过独轮车吗？几百斤甚至1000斤都推过。哦，很厉害。哎。我一面推车，一面劳动，一面唱歌。你给我们唱两句，唱两句。好的，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平原上，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水，牛羊在牧人的激动成长。哎哎哎呀！叔叔有大家风范，那个头抖的。啊这一队人马参加比赛肯定不够啊，刘刚大王赶快把你们其他的队员召集起来吧。我们比赛马上就开始了，好不好？啊，我先说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独轮车大战比赛规则：两队队员两两一组，一个坐车，一个推车，穿越障碍，以接力方式运送辣椒，率先完成比赛的队伍获胜。独轮车大战正式开始，这一次哪一队能取得胜利，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绿队队员没有按照规定路线返回，这可逃不过刘刚的眼睛。红绿两队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到底哪一队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还真不好说呀。就过，好漂亮，快！
红队朋友再下一城，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我来跟你比，我跟你抗衡。就你还推车跟我比？我不推车，我坐车呀，我找人来推我。打王炸的这位大哥表现如何呢？好戏即将上演。你上去！一看大哥的技术实在不行，大王只好临时改变战术。滚！左边不滚！滚！大王啊大王，刘刚已经在终点恭候你多时了。我们赢了，怎么样？我觉得我相信我以后还会有机会再赢你的。是吗？没关系，我跟你讲，我们赢了我们就可以拿奖品，对不对？有什么奖品啊？就是我们的由有机食品生产企业福建省尤溪县沈郎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沈郎香牌有机茶油。好吧，待会大家分一下。好，所以说今天我们的游戏成功了。好了，现场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介绍了美丽的婺源啊，这么多的特产和牛人。那么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们有时间的时候来婺源走一走、转一转，亲自来感受一下婺源之美。那么在最后呢，我也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我们节目的信息的话，就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以及我们央视网查询浏览。这里是美丽乡村，梦里老家。只是我想你，梦中故乡，天远水墨画，最了我心房。水晶山关宝，奔向大海。